你好，我们环球邮报的读者们，五三九的会员们，大家晚安。刚刚社长开完讲后，1720，然后2324、39啊，我们是今天啊一只都没中啊，尾数也没中啊，我们全车二中一用的是0406，他却开到了24去啊，开大号我们比小号，开小号我们就赢了，开大号我们就输了。不管怎么样，这个我们明天继续努力。我们环球邮报的读者们、老会员们特别注意，你如果没有寄吃红的钱来，不方便，你要交代清楚，不要打迷糊仗。我们是有缘人才在一起，如果你要打迷糊仗，你的赖我就删掉了，啊，这个我不想再跟你往来，因为我不要为了1000块吃红的钱，去跟你吵吵要要这个钱，我也太没有意思了啊，我也太没有需要了，我还有那么多的会员要靠我吃饭呢。啊，我没有时间去跟你要吃红的钱，所以说，凡是没有照规矩来的人，你的赖我就删掉了，大家眼不见为净，啊，我不赚钱没有关系了，我也不会饿死啊，啊，你不赚钱你也不会饿死，大家就不要往来，风马牛不相干，你想跟我赚点小钱，赚点零用钱，就照我的意思去做，啊。各位，赌博聪明的人是全车二中一，唯一赚钱的方法就是全车二中一。我礼拜一中奖，我礼拜二没中奖，啊，心神不定嘛，又要去催钱，又要去关心每一个人的钱，又要关心这个人有没有钱，没有钱你就不要赌，再去签牌了，好吧？啊，不要再来找我，啊，大家风马牛不相干了。